只有想得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辣眼睛，龙日一版男主即将现身剧场，龙少出演舞台剧男一，剧组炒作哦，勇敢诚心。龙少粉丝团福利，女主海选今日开放。谁将有幸与龙少亲密接触，上演痴恋绝唱？好。来卖萌的吧，来就来吧。啦啦啦啦，啊！啦啦啦啦啦。Hello， 你好。哎，好热啊！雨儿姐，咱们到了，咱们今儿玩什么呀？你去玩就好了，我在旁边看。那可不行！哎呀，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的，你就全都忘掉，咱们今天就是过来尽情嗨的。小日，谢谢你。谢我干嘛呀？以后啊，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的，有我呢。小日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哎呦，走走走走走。就在前面，走。真可爱。真可爱。好可爱。怎么样，雨儿姐？这里呀，可真有意思。一来这儿啊，什么事情？雨儿姐和龙日一怎么来了？好开心啊！哎，你看那个。哎，雨儿姐，你要不要吃冰棍儿？哎，咱们吃冰棍儿吧。撞这么大了还吃冰棍儿啊？哎，那边有鬼屋，咱们去鬼屋吧。吓不吓人呢？啊！小日，你看这是轻松熊，好可爱啊！快来跟他玩吧。喂喂，你看他这么喜欢我。那好吧，他可能只喜欢漂亮姑娘吧。我去，你是不是针对我呀？我在跟你说话。好了，拜拜。除了张静美，还有第二个人敢这样？小日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走吧，雨儿姐，咱们去那边玩。看着那条臭龙生气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，真的太解气了。喂，你们两个。喂喂喂喂喂！哎，别踢了！哎，小朋友，这是姐姐工作要用的，你们如果踢坏了，姐姐就不能工作了。偏不！喂，有本事你来拿！你们两个，你
你们两个如果再这样，姐姐真的就要生气了。这样才乖嘛。哎，听话啊。嘿嘿，啊你。女儿姐，谢谢。刚才那青松熊还真可爱。嗯，是啊。青松熊，小日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去趟卫生间。过来，坐下，坐这儿。姐姐，知道错了吧？刚刚就跟你们说不要惹我了，错了吧？以后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呢？那哥哥，这个阿姨救我。什么哥哥阿姨的呀？是姐姐，姐姐。这个阿姨救我。你怎么还乱说呀？哎，你们这两个小孩怎么这样啊？张静美，果然是你。你不是生病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小日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女儿姐，静美，女儿姐，原来你就是那只青松熊啊！怪不得会逗我开心呢、啊。你跟小日啊，真的是太有心了。你们，啊，女儿姐，你开心就好啊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莫名其妙。嗯。啊，妈，过来。好。妈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看你说的什么傻话。因为我，您在这个家里受太多委屈了。妈妈不委屈，你这么优秀，妈妈只觉得骄傲。倒是妈想跟你说一声抱歉。妈，你怎么突然这么说啊？你去白家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妈去跟爷爷说，让你进董事会，总比当助教来得好。再说，你在黎姿的成绩那么好。别人也说不出反对的理由。妈，白家那边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您啊，就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其他的事情没关系。你怎么解决？这是一个秘密，等我把允儿带回来了，自然跟你解密。跟我还保密？去吧。嗯，那我先去学校了，妈。嗯。先走了，妈。小时候多可爱。小日，找我有事吗？我警没警告过你，对雨儿好一点。感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，我们会处理好。你伤害她了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把话说清楚。这件事情没什么好再说的了。龙日一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小海，弦坏了，换个新的就好。小日他不是故意。用得着你帮我说话吗？别以为他们叫你一声夫人，你就真是龙家的女主人了。龙日一，怎么说话呢你？平时你怎么闹，我都可以让着你，但你刚才说的话，必须给妈妈道歉。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少把我跟你们掺和到一块儿去。吵什么吵啊？嗯。爸，没事儿，小日不小心摔了海姨的琴。不就一把古琴吗？我就摔了，能怎么着？是不能怎么着，我也没有怪你摔坏了我的琴，但请你以后跟妈妈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。摔坏了，买把新的就是了。
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？小日说话直白，他这是没把我当外人。妈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，你们都各忙各的去吧。爷，妈，我去学校了。伯母，您怎么来了？您想喝点什么？咖啡还是茶？我给您倒。不必了，我就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伯母，我理解您的意思。我最近已经在申请投行的高管职务了，应该很快就会得到回复。您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？小海，我今天是以母亲的身份来求你。究竟怎样你才肯放手？伯母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允儿为了你已经放弃了很多机会，她在相亲的时候跑掉，让环宇集团的公子等了她整整一个下午。可是伯母，难道我和允儿的感情就不重要了吗？感情是可以培养的，但一个女孩子的青春有多重要你懂吗？你到底要耽误她到什么时候？海姨，你要的获奖记录。总之，希望你有自知之明，不要继续拖累我们允儿了。谢谢。这些日子以来，我好像做了一个悠长的梦，梦里有你的笑颜，发丝的香气，指尖的清凉温度。我屏住呼吸，不敢相信这样的幸运竟然属于我这个一直不被命运眷顾的人。一方两人三餐四季，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幸福的模样。你最初向我伸出手的时候，我觉得离幸福无比接近，可是我们最渴望的往往是注定无法拥有的，无论我怎么努力也没法迈过那道横在我们中间的巨大鸿沟。这真是世界上最心有不甘的分离。你离我那么近，好像一伸手就能拥入怀里，但却又远如天际，无法触碰。我何尝不想抛下一切和你远走天涯，可我们都有割舍不了的牵挂，就是父母和家人。谢谢你相伴的这一程，和你的爱恋是世间最美好的梦，但是现在决定放手了。原谅我不能让这个梦持续下去，不能将你的余生放在手心和你一起同行。真抱歉这么冒昧的打给你，但除了你我真的想不到可以打给谁了。允儿姐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只是有点郁闷而已。来，陪我喝一杯。静妹，你觉得海逸人怎么样？他很好啊，帅气有才华，体贴又周到，你们俩很般配的，简直就是
完美恋人。哪有什么完美恋人啊，你千万别被表象给骗了，有时候光线的背后可能是藏着阳光透不进的黑暗。允儿姐，你今天怎么突然这么悲观呀？海姨的身世你听说过吗？嗯，我听说她是杨阿姨带来的孩子，和龙家没有血缘关系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她身上流的不是龙家的血，自然也就无法继承龙家的财产。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你们家里人会因为这个就不让你和他交往吗？婚姻如果不是强强联合，那至少也得门当户对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圈子的逻辑。所以我父母一直无法接受海一做他们的女婿。那你呢？你怎么想？你爱他吗？我当然爱他，但那又怎么样呢？我父母的态度非常的坚决，而且我妈说的话太过分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如何面对海姨了。允儿姐，我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吗？你陪我聊聊天就好了。我太差劲了，一点忙都帮不上。有件事或许你可以帮得上忙。嗯，海一哥，你还好吧？你也知道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吗？允儿姐很担心你，她让我来看看你。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你哪像是没事的样子，你明明很难过，为什么要假装豁达？我确实很难过，一想到要失去的，我整个人都像窒息了一样。可是又能怎么样？如果我给不了他更好的，至少不应该再耽误他。那你怎么办？我都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还能再失去什么？我觉得你很伟大，在爱情面前我就是一个懦夫。舞台剧男主龙少又添新身份，元宵艺术节爆出最大黑马，惊艳还是惊吓，反正我只挺他。龙来了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他做不到。辣眼睛，龙日一版男主即将现身剧场，龙少出演舞台剧男一，剧组炒作哦，勇敢成心，龙少粉丝团福利，女主海选今日开放，谁将有幸与龙少亲密接触，上演痴恋绝唱。好，我们有请第一位选手。大家好，我叫葛兰，我为大家带来一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多深。好，谢谢，我们下一位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谢丹妮。你好，丹妮，我想问一下，你对我们《仲夏夜之梦》有了解吗？《仲夏夜之梦》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不过，对于话剧男主角龙日一的一切，我可是了如指掌。龙日一出生于1994年7月28日，狮子座，体重65千克，身高1米85。他最大的爱好是……谢谢你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要表演的是诗朗诵致龙日一。很多人把爱你挂在嘴边，而我把它放在心底。378天，静美，不止这些人，操场上还有好多。可是他们都不是真的喜欢话剧的，都是为了龙日一来的。你看看他们都在说些什么。期待会有结局。谁说单恋不是爱情？但愿每天的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们下一位。
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评委老师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四号选手丁小丁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才艺表演是五秒钟落泪，请大家为我倒计时。这个不错。五秒钟之后我落泪了，请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我觉得挺厉害的，你可以试一下我们剧本里的一个片段吗？好，和米娅这一段。好。需要给你几分钟时间准备一下吗？我只跟龙日一对戏。想跟龙日一对戏是吗？你是谁呀？滚开！告诉你们啊，只有我才能是这个戏的女主角，其他人还不给我滚！他怎么又来了？韩志和同学，如果你想当女主角的话，麻烦你按照我们的流程来好吗？面试是吧？音乐。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需要改一下。对，而且这个地方可能也要改一下。嗯，对。冰冰，你记一下。哦。这个。龙日一怎么还不来啊？都快十点了，他怎么还不到？他不到最后一刻啊，是永远不会出现的。再等一下吧。龙日一，我对你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准时排练，这么多人都在等着你。我准时啊，说十点就十点，多一分钟我也没提前啊。这三位是我们的候选人，一会儿你和他们逐一试戏，哪位比较优秀的话，就选他当女主角。不要。不要什么呀？不用他们跟我对戏，你们去吧，走吧走吧。哎，听到没有？让你们走啊！还有你。我？我是你的女主角啊！别再让我说第二遍了。还不快走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喂，哎，你们都别走啊。龙日一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把他们都赶走了，谁来演女主角啊？哎，不如就他吧，他来演女主角。我，男主角嘛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女主角，我觉得你比较合适。哎，演女孩你是驾轻就熟吧？又不是没试过。我怕你啊，就像小时候那样。闭嘴！张杏梅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一号必须她来演。怎么现在还是你比较适合女主角？你们俩别闹了。你们俩别闹了。哎，静美，想排一场话剧就这么难吗？不过龙日一为什么老是让金纯熙当女主角呢？刚刚看到他们斗嘴的样子，真的是好有 CP 感哦。你的小脑袋里面一天都想的是什么？作为一个资深的漫迷，我只想看两大帅哥同台，而且是主演对手戏，想想就好激动哦。可是他们俩现在谁都不愿意当女主角。这个嘛，就要看导演你有没有驾驭现场的能力喽。大家注意一下，现在我宣布《仲夏夜之梦》的演员是
记得吗？我这样的人，我也像他，心里啊，里面外面都是他，却没有告诉他。想说算了没，可我是傻瓜，养坏习惯，一个人烂在我家。梳上乱的发，等多久不怕，多少天多少年要幸福，可我是